大家还记得吗？上周的流行人呆呆的塔口和调皮的扣扣为大家带来的美味食材，这星期他们又将料理什么厉害新鲜的食物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你看，哇，虾子，对，还有红烧，开心，想吃吗？想吃，可是你要帮忙。好，我来喽。来，等一下，拿剪刀，我们把它脚先拿。然后这个试试吗？对，下面。好哦。拿掉。干嘛的嘞？虾子。好，接下来把虾头也把它剪掉。你说这个尖尖的，对，前面。好。啊，记得不用整个头都剪掉。整个头都剪掉。这要剪吗？这个上面这个。对，上面也要把它剪掉。还有背的部分。好，这里吗？等一下，你刚刚剪不到啊，要用直的。啊，这样直的。对对。插进去吗？对，整条。它的肉都被我弄到。剪开，哎，这个很重要，好剪哦，好玩啊。对，然后嘞，要把里面有没有线拉出来？有没有线？有啊，我看到，黑黑的这个吗？对，哇，天哪！接下来我这边也要准备了，一只，两只，哇，我听到芝士的声音。对呀，这好香哦，闻到虾的味道。刀剪虾，这什么啊？为什么塑胶在里面？不是塑胶，在它的身体，塑胶纸把它取。它超像塑胶的，天哪！虾我们要用烤的哦，这好像鱼，金鱼，真的，要去洗好，好，好吃吗？好，哇，还用水洗干净。等一下，先用铝箔纸，好，然后接下来盐巴，啊，在这，那里啊，撒盐。放它，没错，好，那你把它移过来，放你的兄弟姐妹，不是，它是烤鱼，好，哇，感觉很好吃哎，还没开始煮就觉得很好吃，我刚吃那么多就变得很胖啊，不会啦，因为这热量很低，真的吗？你可以多吃一点，那太棒了，而且我很喜欢吃夜市的烤鱿鱼，哇，对啊，夜市烤鱿鱼，像我们现在都不用去夜市买，就可以自己弄来吃。对啊，就很简单，超方便。对啊，只要你帮忙洗一下。哦，哎呦，帮忙就有两个人分工。对啊，分工合作。对，在等待同时，两个人在热香。它长好丑哦。怎么好丑啊？营养都很。你看它主要长这样子。跟你讲话。好，天哪，好像头是一个梯形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帮它撒盐巴。好。不要太多啊。我的朋友叫小雨。所以它长得也很丑啊，没有，长得还蛮漂亮的。所以其实你觉得它太漂亮，然后你现在就是偷偷在背地骂，没有意思，没有，那我骂鲨，你知道叫鲨鱼吗？对啊，就叫鲨鱼。全台湾叫做鲨鱼的朋友，Coco 在骂你，没有啦，我说你们很丑，没有，我是说这个鱼很丑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啦，很好了，那我要香香的，对，要不好了没？我要好了。可爱的 Coco 到底是被什么吓到呢？嘿嘿嘿，流行人中秋特别节目，我们下周见。